个，那个是藿腔。哎，藿腔怎么唱呢？就是气要吞进去。你怎么把我勾住了呢？掐。哦，原来满地都是这样的植物，都是这样的碎脱米。扮相秀丽雍容，唱腔优雅婉转，她是名师雕琢的美玉，深得昆曲名家张继清、张敬贤的真传。她是牡丹亭里一梦成痴的杜丽娘，姹紫嫣红开遍，她将最美的青春献于昆曲艺术传承。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顾卫英。轻轻松松教你练，快快乐乐我来学。欢迎走进跟我学，跟随我们乐活戏曲玩转舞台。我是主持人傅博洋，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登场。傅老师您好。哎，主持人你好。通过前两期的学习啊，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牡丹亭》寻梦的故事。对。那么我个人呢，很感兴趣，就是对杜丽娘这个人物。她在后面就是除了寻梦以外，在后面在她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寻梦之后呢，杜丽娘就是纵然梦是寻不着，那么回到自己的闺房以后呢，她就终日哈茶不思饭不想，青石悠悠，相思成疾，就是开始啊人就急，就是很快的就消瘦了。在春香的提醒之下呢，她终于肯照了一下镜子，大吃一惊。那么看到这个自己脱了形以后，她就做了一个决定，想我这样一位青春美貌的少女，不能就一下子就消失了呀，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把自己的画像画下来。哦。把自己的青春容颜留在画上。在画上。期待着能够有一天，最好是被柳梦梅看到。哎，哪怕看不到，他也想把自己的美留住。就是有这样一个举动，那么这一则就是叫写真。那我知道写真这一段呢是一个非常难演的。对，为什么他说他这个戏也是非常难的呢？到现在为止哈，我们的昆曲界的这些演员们演写真的不多。写真那必定我们在舞台上要画画，对不对？是。那么怎么练呢？那我们必须得真画。我们台下得真画。我们拜了一个画画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画家。老画家。他呢就教我画兰花，昆曲就比喻成兰花。对。周恩来总理当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昆曲就像幽兰一样。幽兰。哎，看似好像不是非常的炫人独目，但是呢你仔细品尝的话呢，就会感觉到其中的幽幽香气。哎，就是就好比是兰花一样。所以呢我就学着画兰花，然后呢就慢慢的练，然后就在这个简单的笔画当中也体验了画画的一种技巧，一种感觉。这个戏又学了，又把画练了，我觉得特别的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心都痒了，特别想看您表演这段。那么现在呢，把舞台交给您和您的学生。好的，好吧。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我们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呢？同学们好。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教授的呢是《牡丹亭》写真里的一段，曲牌名字叫做《雁过深》。
我想，前面学了寻梦之后啊，现在我们学的是写真，跟我们现在去拍写真照不一样哈、啊，它是画画。那么，所以这一折呢，它的难就是难在，他要画自己这个画像，什么样的心情呢？是不是？很凄的样子。哎，有点怜悯自己，就是觉得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啊？所以他的心头是不是比较凄凉，也是很凄苦，但是我们又要把美表现出来，对不对？不能苦得一塌糊涂，就是苦得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我们时刻在传递美，那么在这种悲苦的凄凉的内心又是非常的矛盾挣扎的当中，怎么把美传递？所以我们写真这个难点就在于这里。那么我们说大家闺秀是不是要具备什么琴棋书画？尤其我们的昆曲演员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修炼。那么这一折里面呢，正好要用到什么笔，所以我们这一折所要具备的功力，就是要体现出你有这一方面的修养。哎，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另外一点，他的心情是非常低落的。我们怎么来唱？低落的时候，我们的唱腔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了？是不是就可以，柔弱到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什么气息的衬托？不是的。那么我说这个，在画画之前，他是做过一番的思想斗争。那么在画画的时候，他的这种心情，你要渗透在他画画里面。感觉是最难捕捉的，自己画自己真的是好像要眼泪要流出来，但是我们又不能流出来，是滴在心头。哎，所以那我就先把这个变过身唱一遍。Cheese.
你随笔引导你在对岸镜子就好像捧着自己一样，婴儿啊哄你，这个你就是自己血糖仪，双彩条专利显示血糖高低看颜色，轻松识别，测试出结果只需五秒钟。看，我可以自己在家测血糖了，只要买试纸，血糖仪不花钱，免费送。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400-790-8888，健之路，中老年的健康之路。我叫欧博，今年18岁，来自湖南常德。最早的时候学英语应该是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报名参加了培训班，2个英文单词绕着教室跑，能跑上老半天呢，就觉得特好玩，然后也具有了兴趣。特别多人说我很爱笑，能够把智慧逗乐，我觉得应该是我和其他的选手不一样的地方。人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会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让你的希望更闪亮，嘿嘿。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这一段呢，其实身段动作是不多的，关键是一种情绪的那种怎么样跟唱腔吻合到一起，跟人物贴合到一起，此时的心境已经变了。哎，里面有一个字要注意了，薄略什么意思啊？刚刚我已经做了，把静儿薄略什么意思啊？擦拭，对吧？哎，大家理解的哈，因为这个昆曲的有很多的词啊，就是比较难懂，所以呢，这个薄略就是擦拭的意思。嗯。哎，好的，那还有什么地方大家觉得，还有一点点不能把握的？就是颖儿啊，是稍微是不是要撤下来一点，然后再快起来？哎，这个地方颖儿啊，为什么要撤下来呢？这个影镜子里面的自己啊，跟他对话了，跟自己对话，就是其实把这个镜子里的人当作是第二个，就是你，杜丽娘把自己说成是你，那就发现自己啊。原来美已经不存在了，原来我是很美的呀，所以他吝不吝惜他呀？啊，怜不怜爱他呢？所以托着这个镜子就好像捧着自己一样，婴儿啊哄你，这个你就是自己，只有我自己才能怜爱我自己。哎，所以这个既要节奏好，节奏控制好，情绪眼神
然后请姿态，哎，完全可以表现出来。你说动作没有什么动作的，就捧着一个镜子看着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无动于衷的话，唱婴儿啊吼你，等于说没有表演，等于说没有做，就一切都是浪费的。那我们充分就是这样一句清唱，昆曲里面没有过门，这个也是我们昆曲的特点啊，没有让你歇的时候。为什么单独这句要亮出来呢？就突出我们需要情感的宣泄了。这个时候哎，要转折了啊，也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宣泄。婴儿啊吼你，接下来节奏就起来了。哔哔我要好好的看看你，你究竟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只有我跟你，你看才相依相伴的。那你说杜丽娘这个时候的心情多少的凄苦，说不出来的一种幽怨啊。这个跟镜子的对话也特别重要。嗯，接下来我们学声段表演，准备一下。那么写真里面用到的那个笔，毛笔啊，毛笔，我们说写毛笔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子来捏笔。那么画画的时候呢，基本的我们的手法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基本要用兰花指的这个，哎，如果我是写这个，我是第一笔下去的话，哎，画那个什么鼻子的时候，是不是要得竖着画？哎，竖着画。那么我要画头发呢，我们多沾一点墨，然后呢就泼，把它泼的范围要大一点，至少观众可以看得到你是在好像画什么啊。这是关于笔的。那么我们轻削的时候是用右胳膊肘磕在我们的桌子上面，膝盖微唇，然后呢用一点点旁腰，然后呢哎，脖子包括也要配合啊，肩膀要压下来，不能这样，你看这样也不好看吧。哎，转过来，对了，来，对了，哎，肩膀要放松的，我们要溜肩呢，美人肩要出来。然后腰里面有没有用劲啊？腰里面感觉是不用劲的啊，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很转转的啊，那种很哎已经有点病态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再待会儿呢，包括我们的沾墨水，沾墨水的时候用腕子沾，哎，笔尖你不能笔尖朝上啊，那么笔尖是不是微微的要往斜下方？哎，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我们沾完墨水以后，看好要画的地方，像不像太极呀？拎起来，我要下笔了。哦，原来我要画在哪？鼻子是画在这个地方，我定好了。哎，这就是画画的时候可以体现出你的一种修养。所以我们的昆曲的这种对演员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成为啊世界非物质遗产，才能够成为百戏之师或者百戏之主。那我们接下来就完整的把这一段，啊，来整个的把它学下来，好吧？那乐队老师，那么前面有个准备动作啊，就是他开始画了。就是我杜丽娘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前面有一句念白，不像我杜丽娘，二八春游，自身必是四岁。
所以这个一段要注意的是，哎，用笔的笔法和你的身姿的配合啊，还有就是画头发的时候，你看哈，哎，比如说画头发，那我沾好了墨水以后，哎，那么整个就是你这个上身的肩膀啊、胳膊肘啊，哎，都要来配合。至少你不会画的话，你的工匠要摆得比较专业一点。哎，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工呢也要加进去。那么在这样画画的时候，我这个画的是自己，哎，画到头发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感觉？哇，原来是一头的青丝哦，乌黑发亮的。你看我的头发多美呀，大。画的是自己，是不是带有感情的？跟画别人是不一样的。哎，越是觉得美，他心里越是凄凉。这样是一种相，就是对比度更强了。这就是写成这样一段，雁过深。我想请一位学生，雅玲，你来，从那个唱段开始啊。那么你们雅玲跟婷婷呢，你们两个也看一看，就是雅玲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把握好这个人物的这种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啊，然后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他的哎所运用的身段符不符合这个人物啊。那么辛苦玉堆老师，哎，说一下啊，刚才动作呢完全可以完成啊，所以我们戏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都对都不对，老师们经常会这么说，为什么？动作都对了，那都不对在哪里呢？就是这些细节的处理，就包括是哎，你刚刚啊，就比如说轻笑，这个应该还行啊。那么眼神呢，不要看得太远，因为我们要留有一个余地。然后呢，沾墨水的时候啊，沾好了，你别那么去洒，即使你要抖一抖的话，轻轻的，哒就够了。还有一个包括那个撩那个水袖，你要撩过来就哎捏住了，干净吗？然后再掏出来就是还是哎擦拭的感觉，你别好像你的手呢，这样啊。你是抠一个小圈，那么我们的擦拭呢，这样弄完了以后抓好了吧，真的是好像擦拭，但是不是真的碰到镜子，要远一点，真的好像是擦一下以后是不是干净了呢，镜子看得更清楚了，哒再起来，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刚刚擦完了以后就是开始要画了，画了以后你怎么来，哎，要蹲下去啊，工架嘛，对吧？哎，这个画完了以后还要眼睛回到
那么我只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来画得更加的准确。好了，哎，那么需要还是需要，我觉得需要时间啊，因为我们学了毕竟不久啊，也是很不容易了。好了，那我们写真的身段呢就先告一段落，学到这里。下一期的教授课程当中，我们会讲到长生殿的小宴里头的七言回的唱段，希望观众朋友们呢继续关注，谢谢。想同向，花繁浓艳，就是说盛开的花朵，枝繁叶茂的花呀、啊，就是好比是我的容颜那样的美。小橄榄。